祝福三位，希望三位都能够在台上再度看到，欢迎拿奖，谢谢。三位往后退一点点，谢谢。三位靠近。嗨，蓝颜 ，Hello， 红姐，嗨，两位，恭喜入围呀、啊，是不是很欣慰呢？其实十一年前金钟奖呢设立了行脚类节目奖，我那时候就发言讲说，如果有行脚类节目奖呢，为什么没有喜剧类节目奖呢？虽然到了现在还是有喜剧类节目奖，获得全民运动会能够以最真实的运动竞赛，获得观众的喜爱，也获得了金钟奖入围的肯定，成为主播，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欣慰，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能够让台湾的民众更热爱运动，右边站一小步，右边一小步，重视运动，也让我们的运动员，台湾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。那红姐呢？跨足到电视对你来说会不会困难？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稍微有点困难，因为本身左边视线高一点哦。但是就是慢慢的努力适应。那这次入围现在会紧张吗？紧张还好，蛮紧张，其实因为第一次做进入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右边视线高一点。好的，祝福两位，希望能够得奖，谢谢。我们这边请王。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